它这个油好黑耶。哇，
其实很多人都在追着中国大陆电视剧《锦绣未央》，描写北魏时期亡国的公主，她在皇室当中斗智复仇的故事。大家熟悉的吴建豪在这部戏当中难得是有一个大反派哦。这首歌曲是阿妹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天若有情》。6:09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，我是阿哲，继续听见梁文音的《分手以后不要做朋友》。吓我一跳哎！Thank you.
孝顺的假太太，化到专业郎，早安国阳首次首付28万起，微博前高八十为无人房更小智，别让麦当劳爱买双三鲜，一定要多高兴。桂林前有一字头微首付为低别墅，早安国阳24房2469-8788。世界的美好，可乐旅游。去日本这么多地方，最不同的就是佐贺。这里有断崖秘境西浦洞窟，有媲美化妆水的西野美人汤，还能尝到新鲜出产的活乌贼料理哦。我是可乐旅游九州达人小谷，佐贺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新日本。明年28年休多请一天，马上成行。还在等什么？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。还有希望，抓住你跟未来关系哦！年前最后一档，12月30到1月2号，还有希望，好康不能错过！万金家具百款名床特卖会，还有百万现金大摩彩，乐大都王明城一千元，12月30到1月2号，还有希望，只有今天，错过等你哦！老公，你看新车怎么跟我说？这还是我们的车啊！哇，你是你耶！那是因为现在 BOSS 升级回厂，矩阵超值不带，可享免费24项正解及专属设计考虑，再享超值满分精选免费券优惠。不要放福袋，不是放满袋。等你的最后一天，我跟约在2017台北最嗨新年城，12月31日晚上7点，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，进场卡一次看个够，一起迎接最嗨2017。以上广告由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提供。Thank you.
今年推出了他的第二首的单曲，这首歌叫做《Positive》。当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呢，就是需要正能量，听这样的歌曲呢，你会比较有活力一些。但是说我们难过的时候，朋友提供我们安慰；当我们遇到了挫折的时候，朋友陪着你一起说乐色话来舒压。这可是有科学根据的哦。有个国外的新研究显示，当我们的压力太大的时候，朋友就是一个缓冲的靠垫，而且只要朋友在身边，我们的身体就可以更好的去管理压力激素。也就是说，朋友不用搞笑，他也不用使浑身解数来耍宝，只要朋友在身边，就可以降低你生活当中整体的压力。这样说明朋友的陪伴其实真的很重要呢。但如果你是一个不善言辞的朋友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朋友不快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，你只要陪在他身边就对了。这是一首快乐的歌，欢迎收听《放心放心放心》的专辑。这回是一张台语作品，来听首歌主打歌曲《再别永远》。冠军赖明伟终于要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，不像。